免费的开水没有，只有扫码花钱才能有开水。你看，这个免费的开水就没有。现在是在这个西海岸青衣附院急诊科，这不昨天陪我婆婆过来住院吗？就一个晚上花了一两千了，但是你要想喝个热水，你得扫码，不扫码免费的就没有，只有扫了码立马就有热水喝。你说这一个晚上花几千块钱，然后你让患者和家属喝个热水还得花钱，虽然钱不多，但让人很不舒服。那你能不能别这么？不是，我就是想反映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一天一个晚上在这花好几千，喝水我们还要自己花钱？对，就是厕所后面那个。我给维修员打个电话。不是，你免费的没有，可是收钱的就有。我们从昨天来了就没有水，一直到现在，因为咱们的患者一个晚上就会花几千，这多的可能抢救要上万的，但是你让大家花钱喝热水，显然不合适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总有人要反映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不反映，你们还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刚才我问保安，保安说不知道这地方还收费。